小明买了一大盘糖果，他想请三个朋友来吃。他数了数糖果，糖果有416颗，他想416除以3，4除以3，三一得3，四减3等于1，一放下来，11除3，33得9，11减9等于2，6放下来，26除以3，3824，26减24等于2。他想剩下的糖果给我自己吃吧，谢谢大家。嗨。